展开的是一个 pad 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这 launcher 的时候是可以通过左右滑动去操作这个我们 launcher 的一个预装的应用，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游戏里面这个去体验到我们在大屏状态下的一个轻娱乐化的一个状一个游戏的一个感觉。那现在我们是播放一个游戏的一个应用，那我们现在这个系统搭载的是高通麒麟8系的一个系统，那运行游戏这个方面的一个状态是也是十分流畅的。那我们在游戏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可以先通过暂停，然后比如说你在使用到想折回到一个状态里面，我们再通过传感器折叠回来，然后回到刚刚那个游戏，那我们可以继续开始这个状态。对，那比如说我们可以上滑回到我们的 launcher， 再旋转过来回到我们那个 launcher 里面去，这边也是可以同步开始刚刚的应用，回到我们刚刚 launcher， 然后这边 launcher 也可以回到我们刚刚一个桌面的一个状态，然后同时操作我们想要的一个应用。对，那 WaterOS 它可以把这个屏幕的图标自动适应。对，现在我们 WaterOS 是使用一个流动的一个概念，那流动概念指的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场景里面，比如说翻转，它能够识别我们传感器，然后识别的内容做了，比如说我们刚刚打开游戏，那它就会响应到把游戏应用调入到这边，那这边比如说你是刚刚的那个 launcher， 那它就会识别到那个 launcher， 然后再回到这边来。对，像它这样这个弯曲屏幕的时候是有特定的一个手势，还是就是随意弯曲啊？现在我们是能够支持0-180度的无极的一个弯曲的一个状态，那你在使用状态那个过程中是可以根据你自由的一个使用的方式去弯着这个屏幕。对，那您能再演示一下那个拍照的演示吗？ OK， 现在我们拍照是使用一个双摄2000万+1600万的一个双摄的一个摄像头，那我们双摄在正常的 pad 的状态下是使用我们这个前置的一个状态，对，那么在弯折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区分到前置跟后置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就是我们后置的一个状态，那翻滚过来的话就识别我们这个翻转的传感器，然后切换到前置的一个状态，相当于它的这个手机里边是内置的一个传感器。对对对，然后判断你使用的场景，然后调用这个相机的一个功能。那它那个分屏使用是怎么操作的？现在分屏使用可能这个因为有一些版本它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迭代，可能这个版本